第七名，红孩儿，后台观世音、牛魔王、铁扇公主。红孩儿又称圣婴大王，本是牛魔王和铁扇公主的孩子，后来被观世音菩萨点化，称为善财童子。红孩儿是妖王之后，自幼就在火焰山修得了三昧真火，虽有300年道行，外形却像个孩子一样。后来红孩儿凭着高超的道术称霸火云洞，他性子蛮鲁凶悍，还吃过不少人肉。后来听说唐僧肉的可贵之处，就变成一个吊在树上的小孩，趁唐僧师徒来救时抓走唐僧。红孩儿的道术高超，连孙悟空也对他无可奈何。后来观音菩萨出山将他困住。红孩儿是妖王牛魔王与铁扇公主的儿子，又是佛教中的佛陀之下第一等菩萨，观世音菩萨的弟子，所以红孩儿可排第七。第六名，白象经，后台普贤菩萨。白象经原身黄牙白象，又称狮驼洞二大王，本是普贤菩萨坐骑，下凡后和青狮怪大鹏雕结拜，祸乱一方。后来听闻唐僧师徒要从狮驼岭前往西天取经，就和两位兄弟共同将唐僧绑走。这兄弟三人的武力值很高，连孙悟空、猪八戒、沙僧联手都打不过三妖。后来孙悟空无可奈何，求助于如来佛祖，最后白象经就被主人普贤菩萨收服。其实文殊、普贤、地藏王、观音在佛教中地位相等，但人们一般将他们按上述排名，所以身为普贤菩萨坐骑，白象经应排第六。第五名，青毛狮子怪，后台文殊菩萨。青毛狮子怪又称狮驼洞老妖，本是文殊菩萨坐骑，成精后下凡在狮驼岭为祸。青毛狮子怪是文殊菩萨手下的坐骑，下凡后和大鹏雕、白象经结拜，祸乱狮驼岭，拦路过往行人，以供食用。三妖之中此妖为首，后来听闻唐僧师徒要从狮驼岭经过，青毛狮子怪就最先出手，与孙悟空斗得不分上下。猪八戒看到后起身相助，于是青毛怪败北，然后兄弟三妖约好一起动手，孙悟空等人不敌，最后文殊菩萨出现收服了青毛狮子怪。文殊菩萨是人们普遍认为的佛陀之下第一人，所以他的坐骑青毛狮子怪应该位列第五。第四名，黄眉大王，后台弥勒佛。黄眉大王又称黄眉怪，黄眉大王曾是弥勒佛身边私庆的黄眉徒儿，后来他趁佛祖不在就偷了他的金拔、后天人种带两件宝贝，下界成为妖王。唐僧师徒取经途中误入黄眉大王的小雷音寺，黄眉大王靠着偷到的两件宝贝四战孙悟空，孙悟空无论单打独斗还是借的天兵天将都不是对手，反而被黄眉大王所擒。后来弥勒佛发现童儿走失，主动现身，才将黄眉大王收服。弥勒佛是西天如来之下第一人，跟如来的身份相差无几，他的童子黄眉大王排第四应该无可非议。第三名，金翅大鹏雕，后台如来佛祖、孔雀大明王菩萨。孔雀大明王和金翅大鹏雕是亲兄弟，孔雀大明王能力通天，连如来佛祖都曾被他吞到过肚子里，如来从他的身体里出来后将孔雀大明王奉为母亲，称号孔雀大明王菩萨，又称佛母。这样算来，金翅大鹏雕也变成了如来的舅舅，从此兄弟二人就在灵山修行。但金翅大鹏雕喜食人肉，受不了灵山艰苦的生活，就私自下山将狮驼国国王百姓吃干抹净，然后就占据此处称王称霸。后来和青狮怪、白象经三妖结拜，在人间祸乱一方。在唐僧师徒西天取经时一起拦路，想吃唐僧肉，三妖联手拦孙悟空都不是对手。后来在如来的帮助下，金翅大鹏雕被收走，作为佛教创始人如来佛祖的舅舅，金翅大鹏雕位列第三，实至名归。第二名，独角青牛精，后台太上老君。独角青牛精又称独角四大王、板角青牛。独角青牛精本是太上老君的坐骑，后来趁着牛童不备偷走了太上老君的宝贝金刚镯后下界为妖。后来唐僧师徒正好途经青牛精的洞府金兜洞，于是他就用三件罗网变成的衣服捉住了唐僧师徒，只有孙悟空侥幸逃脱，但也失去了金箍棒。后来孙悟空就上天宫搬来了托塔天王父子和水火星君等人相助，但他们的宝贝都被青牛精用金刚镯收走。最后孙悟空在佛祖的点拨下请来太上老君，收服了独角青牛精。太上老君在西游记中是观众公认的第一人，他是天仙之祖道祖，作为他的坐骑独角青牛精实在太幸运了。第
一名金角大王、银角大王、后台太上老君、观音菩萨。金角、银角大王本是太上老君看金炉、银炉的童子，后来菩萨将他们二人借走，变成妖怪，阻拦唐僧师徒西天取经，以考验唐僧师徒取经的决心。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本来能力平平，但是靠着从太上老君那里得到的宝贝七星宝剑、紫金红葫芦、羊脂玉净瓶、芭蕉扇、黄金绳等几个宝贝，将孙悟空打得十分狼狈。尤其是紫金红葫芦被他收进去之后，几十三刻就会化为脓水。后来紫金红葫芦被孙悟空偷走，正想将他们收进葫芦里，幸好太上老君及时赶到，讲明前因后果，才救下二人。因为两人身后由太上老君和观音菩萨双重保障，而且同根同源，所以并列第一。没想到吧，憨憨傻傻的金角大王、银角大王背景居然这么厉害，这个排名你还认可吗？欢迎到留言区评论。